温度太高了，这玉米叶子都晒黄完了。这叶子都晒脆了，下去西瓜地里面看一下。哎呀，这西瓜叶都晒卷起来了，西瓜结的还是蛮多的。这里有好几个黑皮西瓜，这个已经这么大了。昨天傍晚的时候浇了一点水的，但是到今天又晒得干巴巴的了。看一下我这黑玉米，非常的饱满，已经可以吃了，过两天再来摘。估计再过两天就会下雨来了，再这么晒下去受不了的。哇，这里的西红柿很多都已经红了，酸酸甜甜的。今年这颗豆豆板栗结得非常好。地都晒裂开了，没有雨水，这黄瓜都不怎么结了。这有一个，没有雨水，哎呀，这黄瓜老得非常快。这个老的也摘了算了。看，摘了一堆黄瓜。今天就简单做个凉拌面吃，还准备了一点肥肉、黄瓜、辣椒、西红柿和葱，还有蒜。好了，现在把这些配菜拿去炒一下。来一点点油，把肉倒进来炒，把油炒出来，倒入大蒜、小米椒，再来一点点辣椒面，然后把西红柿和青椒倒进来，炒好调个味，盐、酱油，可以了。再来烧水煮面。煮好的面捞起来过一下冷水，来调个味，加入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花椒油、白醋、油辣子、香油来点、葱花、十三香，搅拌一下。最后放入黄瓜丝，炒好的配菜，美味的凉拌面就做好了，再搅拌一下。开吃了。快走。